中美街舞文化发展交流协会日前是在洛杉矶举办了超燃街舞少儿 Super Kiddos 国际街舞大赛。中美街舞文化发展交流协会 XDA 是中美街舞从业者联合社会各界领军人物共同发起并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是为中美两国流行舞蹈爱好者与从业者服务的公益平台。 Mosca、Lumina、Esbaby、Ninja Beavers、Soul Boys、A Minor、U Star、Dragon Snake 等几十支优秀的少儿街舞学员队伍参与了本届比赛，并由 Gen Z Luna 等舞团在赛事舞台上带来了各具风格、精彩绝伦的起舞展演。 Mosca 大队夺得冠军。圣盖博士市长吴成远、市议员丁玉言亲临现场为 XDA 对于中美体育项目友好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颁发荣誉证书。美国留学生协会也提供了志愿者，使得赛事能够圆满落地。还有来自 MA、D-Dance、GLOW、StarFact、RDS、Vibes LA 等组织的积极协办，为比赛的成功举行提供了有力帮助。超燃街舞这一 IP 是我们这一国家级 IP 是我们首次在洛杉矶进行开展，然后为所有中美对街舞有热爱的所有小孩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我们也是希望能给他们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艺，然后也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那期待他们的精彩表演，谢谢。街舞被2024年奥运会列为奥运体育项目，本次比赛是超燃街舞这一国家级赛事 IP 首次在美国洛杉矶分赛点举办，旨在推动中美街舞文化和体育精神的深度交流，为中美两国的街舞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舞台。超燃街舞未来计划每年发起街舞比赛，并于全美举办巡回赛，最终发起中美决赛，为全球舞者们搭建起一个展示才华、提升自我的国际艺术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